林依晨和戴佩妮一起出席知名部落格的创意大赛活动，除了要号召有创意的朋友上传作品，林依晨也说自己想学习巴黎白碗的女生来个伦敦千勇活动。不想选择异国的那个城市，就是因为不认识，所以才那种感觉会不一样。对啊，等我选定下一个城市好了。<笑>如果那个效果很好的话，一定会不吝于跟大家分享。 而戴佩妮也说，玩了摄影这么久，自己现在想要拍摄的作品就是反拍狗仔。每次狗仔拍我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好想凑回家拿相机跟他们对拍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蛮好笑的。 就是拍到他们拍我这样，哇！而在台湾有一阵子没有偶像剧作品的林依晨，外传将接拍的华丽的挑战和台版咖啡王子一号店男主角人选已经敲定，就即将要开拍了。戏剧的方面，老实讲，那天看报看到报纸还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对，那所以说，我戏剧下半年度戏剧的约其实都还没有定。 可能这一个多月可以确定吧。除了戏还不确定，林依晨也说自己都还不知道他可能会合作的男演员有谁。有些是曾经合作过的，有些是没有。那当然会期待跟新的演员或者是导演有这样。我觉得就是短时间内还是不要太常跟同样的人合作嘛。那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缘分，所以也不会特别的抗拒。吴佩仪、杨逸华的采访报道。